在本地工作的34岁日本工程师生山齐一郎成为樟宜机场年度抽奖的大赢家，抱走了100万元的奖金。他去年7月到河内出差时呢，购买了价值79块钱的巧克力送给客户，获得了参加抽奖的机会。生山齐一郎和另外5人最终呢以系列游戏争出位，结果他打败了来自我国中国和埃及的旅客。他打算用这笔钱环游世界，参观各地的文化遗产。